我这边有带照片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美国版的哈贝冷气啊！哎呀，那在换牙啦。哦，换牙，好可爱。那这个时候就看起来就有点成熟的感觉哈。洋娃娃，对啊，没有，最主要我戴那是让大家证明一下我的发色，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染的。染的，对，其实我小时候头发就这样，基因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小真好看，小时候还比较像老外。对，中国人很厉害，很会汉化别人，慢慢就汉化。汉化别人，所以你的英文也是后天才学的。谁是先天英文的？美国人，美国人生下来也不可能马上就英文啦，都是后天学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还是你，你说有基因吗？不是，求学阶段的时候学的。就是你的母语是英文还是中文？中文。中文。哎，你这样问就对了。什么先天英文，后天变中文？两个又开始斗嘴。斗嘴，我是被教训啊。哎，你别这样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没听人家讲，欺负你是为了你帮你啊，对不对？欺负我，欺负我。怎么可爱啊？你需不需要一个男伴跟你一起装可爱？啊，可以啊，我只要站着就好了。对了，对，没我的事。那我们讲什么，你要一起做。啊，好。那我的可爱都是那种少女杂志的。对啊，没关系。好。对啊，少女杂志，少女跟爷爷出去玩，好可爱，开心。是你，可爱。你真是可爱呀！你真是，哎呀，爷爷什么可爱？你少男少男，好吧，预备起来，双可爱，一三八，单一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单一。好，那现在干嘛就握拳？对啊，现在手不知道摆哪里，变性感啊，也是要对哦。旁边你就把它当道具呀，预备性感。我要不要性感？要要啊！性感，男生怎么性感？那不要，你性格。性格啊，那女生性感一杯气，哇，性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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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一个脸，谁？你有两个脸？这不是外面，真正的性感是不需要搓的。三二一，性感。这没有很性感吗？男的哪有这样摆的？根本撅屁股干嘛？性感不是吗？男性的性感。你在摆什么？你在摆什么？在跳什么？对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性感。哎呀！好像后面有一个人的感觉。哎，有，你是怎么样？杂志有啊，这种杂志，鸡泡耳那种的，对。Oh my god！ 你们两个，因为刚表现太优了，我想到一个性感五连拍，五种动作，我们来一起做，对。对，好，接下来这边啊，我靠，性感五连拍啊！拍手表示换动作啊，好，好，预备，五四三，第一个动作还是一样，预备，五四三二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脚出来在性感的哪一点？我想要吃自己的脚。怎么有这样怪癖呀？不行啊，只能三连拍了。你们两个要五连拍，对。两个女生呢？两个女生比较好摆。性感五连拍，第五回合开始。哎，看哪一台？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五连拍，你是五连拍吗？高音拍不行啊！啊，他们真的是比较专业，专业啊。跟你爽打我那种，我想到一个性感，简单，一米一拍就好了，最性感的，一二三，性感。小姐，听说你在走秀的时候曾经胸部曝光过。哦，不是曝光，那一年就是跨年，然后我们就是要走，就是三宅一生的秀，然后你知道那衣服就是穿起来很害羞的感觉，就它就是皱褶，然后我又规定里面不能穿内衣，那跨年那天很冷，然后就是冷的冻啊。就站起来，就站起来，对，站起来。然后就后来我们就请
请工作人员帮我调整，因为那衣服是要调那个样子出来的，然后他就是要调调调，就抓下去了，捏到，对，哎呀，是男的假的？男的帮你弄还女的？嗯，他是男的，可是他是 OK， 应该是一个吓，我直接打他，因为我是吓到，然后他还就是说你干嘛？你以为我是故意的吗？哎，拜托，我很专业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好像是我的错一样。对不起，我突然还给你捏到。对，但是他走的时候这边是很大的，脸实在怪怪的嘛。那你为什么会从那个模特儿到演戏？也是很突然的，就是也是公司安排，然后去见制作人那些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自己也不是很大的意愿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，因为我还是学生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国王帮帮忙就来帮你个忙了。今天我们来一个演技训练班，来了。好可怕啊！这我看过。对啊，大流氓生小孩，在水里是林北。大家来疯狂大抽签，反正都不知道是什么嘛，都不知道，我们也不了。好浪，好这个好绿色，哎，让我们互抽一下，对。好 ，OK， 好。首先是谁呢？人裁判先，影帝先，是什么颜色？对不起，这个是人。哎，你们也不知道答案呢？人不知道，黄色是 B， 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绿色是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一集要玩这个。好嗨啊！对啊，好来，摸马仙蜜糖，哎，专门的仙蜜糖啊！我靠，捷运里面，哎呀，就难演了。结合了你与张氏的一个个性，我来，来来。小太监的监狱里犯罪说 ：“Bab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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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amera。”没有位置啊，没有位置。知道你痛的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情况？这是饭，完了，饭，哇靠！而且想大便，流血，流血了，湿掉裤子，湿掉了，流出来了，怎么办？他那个来了，可以哥，下一站是剑潭站，剑潭站到了，剑潭站下车了，演完了，好好好。兴奋。首先，眯一下，什么人？眯一下，眯一下，什么人？男的，女的？天线宝宝，太合了。健身房跑步机。是什么东西？忽然。来，天线宝宝出现了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他要来。跑步机，运动身体，跑，开始，跑了，跑，跑。他现在很想要上厕所，可是又想到男朋友，又想要爱的一方，又忽然想要上厕所，结果又想要爱的一方。他心中有一个恶魔，有一个天使。恶魔说想要爱的一方，天使说想要上厕所。我觉得小康你演得太好了，你演得比他还好。这又是怎么样？你们要干嘛？他两个人是怎么样？我觉得最近精神已经出来了，特别爱玩那种。对对，他演得比较好。哎呀，请问一下，演戏是不是很容易跟，比如跟你演对手戏的，那个艺人男演员谈起恋爱，或者是男孩子很容易就因为戏而移情爱上你，拍的当下可能有可能是这样，可是拍完之后，对，因为你感情就是你必须当下你就必须爱这个人，你一定要爱他，不然你做不到那样子的感觉。就你可以做得到那个感觉，对。可是对方也做到以后，可是收工以后他还抽不回来，对啊，那你要爱得出来吗？啊，
就是把这个情绪拔出来那个。对啊，就是说因为你是很理性的可以抽离嘛，嗯，但是对方这个男孩子不行，他还是爱你，收工以后就是还是爱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你就跟他在一起了。没有，那你怎么处理？挥手道再见。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吧？没有这样。那以前你发生这样的情况你都怎么办？我个桥腿啊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我没有就没有啊。没有，从来没有发生。这么老实，那你呢？我没有。你没有过，就是因为疫情。讲实话啦，我真的有过。谁？我有过。谁就不要讲。那哪一部戏？反正我第一次到大陆拍戏的戏。我知道是什么戏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真的是，其实，在拍戏之前就对这个女演员很有好感，然后后来知道要跟她一起演情侣，哎呀，哎，我真是哇，爽到整个线路兴奋，你知道？台北兴奋，台北兴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但是真正在拍的时候，在拍的时候，四川话，台北兴奋。拍的时候也真正有进去动情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还是盯住。为什么要盯住呢？因为人在大陆，你知道吗？人在大陆，我觉得那个情感是不一定是准确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盯这么理性哦？你怎么盯？我就是不讲出来啊，但是你身体会有感应啊。对啊，总不可能杠着跟他演吧？对不起，我太粗暴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每天演完回去，你心里还是会想着他什么？你要这个叫生理反应。我一开始是假借那个对词的名义，其实我也蛮恶心的，哎，讲起来真的蛮恶心。来来，对词，因为我们就是演情侣嘛，对白中当然有那种你爱我爱来爱去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一对到那边就有一股沉默的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对下一场好了。他也喜欢他了吧？他了不了的了。他了，你这根本就是明示嘛，根本不是暗示。我觉得他，但是我后一直都没有说，我一直都没有说。不说出来就 OK。果然回到台北两个礼拜，我就忘了这个事了。好狠的事。还好那个时候没有，应该这样讲。